在这里我代表 Activation Group 衷心感激主办方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。 Activation Group 在2013年成立，到2020年1月在港交所主办上市。公司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泛时尚数据互动营销集团，亦都是唯一同时可以做线下体验营销加线上数字营销的上市公司。公司的业务主要分三大板块，第一，体验营销，譬如 fashion show、时尚展览、产品发布会；第二类是数字营销，包括数字市场的推广、精准的广告投放和抖音直播电商；第三大板块是我们的 IP 营运，包括独家十年的西甲中国营运权，亦都包括独家12年环法自行车赛中国的营运权。多年来我们累积的长期客户已经超过500个，包括 LV、 Chanel、 Gucci、 爱马仕等等。在这里我都非常感激我的客户对我们一直以来的信任。今年我们各项的业务的 KPI 已经超额达标，在这里我都非常感激我们的团队所付出的努力。我们将会把握未来数字时代的机遇，在内生增长的同时积极寻求并购对象，扩大公司的规模，将泛时尚数据互动营销发挥到极致，致力成为全球最大的泛时尚数据互动营销集团。同时我们坚持以创新、多变、极致的业务模式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追求稳定长期的增长，做好充分的信息披露，为我们的客户以及投资者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。